宗教活动，好比民政里分做头前处公馆、会友三组的，其中公馆的李德书是当地砖头的守护神，香火真旺。每年哦，按照纪念日，即天哦，信众拢会准备真切草的贡品来拜拜，祈求平安。好比伫民政里分做头前处公馆、会友三砖头。李德书就是红书公馆这个砖头守护神老道伯，平常时香火就真旺。在安泽纪念日这天，真爱居民就传澎湃贡品来拜拜。啊，是阮的砖头老地基主，啊，伊名，阮较早是叫老道伯，啊，伊的名就李德书，吼，啊，阮就感觉讲，甲阮鼓励阮村民，大家拢做平安嘞，大家拢。趁钱安尼，啊，就互即个迄个黄顺长先生忙，讲伊要爱起一间庙安尼，啊，真个人就足诚意的，就来大家拢捡钱啦，有钱到出钱，有力到出力安尼，啊，就甲起一间庙安尼，已经有六年啊，六年拢，逐年拢足闹热的，啊，甲做戏，讲伊爱看片片的啦，片片就是做戏啦，安尼啦。强到顶关，这一点搁一点秘密的地卡、马索、烟肠，搁有三星顶料理，都是当地民众虔诚的信仰表现。特地无论是煮粿，也是青，拜拜了后，秉持分享的精神，大家做伙食平安餐，展现地方信仰的凝聚力。多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美彩虹报道。